我是画皮坊最好的画师。首先是洗，然后是清，从后背脊梁处下口，再次是拂。将军的未婚妻果然貌美如花，有意思。夫人动体迷人，春光无限。王旭，现在就让我扒了你的皮，看看他吃命。我可曾在此见过？怎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他是谁？谁？不愧是我画皮坊最好的画师。